一大早就做，就是伸展运动是不是？摇头晃脑是怎样？小眼群早安。保养情绪，很舒服。是这样穿的，怎么能换舒服？你这个是超可爱，你有没有超可爱？你好，后果怎样生效？你后果怎样生效？小熊群又要走来走去和妮妮了，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。你要不要坐在维尼身上和妮妮？要吗？你可以坐着啊，你坐在维尼身上和妮妮好不好？你要站着，小熊群想要站着和妮妮。好可爱哦！好，小永群的下午茶时间。哦，什么？你看到什么了？你要拿什么了？
哦，那好吧，那拉好。我是拉这个，我是拉这边的。好，你要穿裤子了，赶快，赶快穿裤子了。你在磨什么？你在磨什么呢？好啦，香用群来吃饭饭。今天给你吃这个是，应该是豌豆吧，笑啊，给你吃一点豌豆看看。你要干嘛？还是牛肉？哦，你分得出来哦。你现在要挑食了。牛肉我用蛋白下去一起煮，用水烫会比较嫩一点点。豆子，豆子也要吃，你看这里有豆子，你吃吃看这个豆子，豆子也好吃哦。啊，还有面面，对不对？你有看到面面的，你看这是豆子。好，妈妈拿面面。这个是番茄面面，来，豆子把它和在一起吃哈。肉肉，那个是肉肉。来，你就挑肉吃。你看豆子，这变成豆子番茄面面了。你那什么脸？你不要跟他讲话啦！不是说好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有没有眼神接触不对谈吗？还没吃饭。哦，还没吃饭，好，可以。好了，我们要吃晚餐了。对，那希望你在旁边看我们吃饭，他已经吃饱饱了。好，吃饭。开动。好，开动。
你到底在拿什么？不要拿了，不要拿了，弄弄了。不不不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啊，小勇勇群群喝奶奶。哇，你是坐在你的玩具上面。你坐在你的玩具上面喝奶奶啊。哦，就这样跪着素心呢。你要走去哪里了？还是你要坐维尼身上？没关系，你就站着好了。慢慢喝，你快喝完了。那你等一下喝完奶奶，妈妈就念故事书给你听咯。刷牙牙睡觉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要来一段小飞侠之旅喽！绑起来了，哦，然后被扶的那个孩子，等一下，昨天念到二还没啊？哦，念到说，对，地下的家，妹妹，只剩彼得一个人。彼得在大家走了之后，就吹起笛子来，他想让人家知道，即使一个人，他也不寂寞。但是没有人欣赏他吹笛子。真的很无聊，就躺在床上。以前温蒂就会为他盖上被子，啾啾，你的被子在这里。啊，现在只好自己来了。枕头旁边放着药瓶，温蒂走时还特别叮咛，一定要记得喝，伤口才能早日痊愈。但彼得却故意不喝。大家都走了，彼得寂寞的想哭，但倔强的彼得不但不哭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笑着笑着竟然睡着了，被捕的孩子由柔柔送上床上了，只有佛克留下来打算进入洞穴查查究竟，很勉强总算钻进去了。屋里有小小的灯亮着，彼得睡得很熟，没有发现佛克进来了。你看这小彼得，你看这个小宝宝是小彼得。然后孩子睡觉时最可爱，即使是顽皮的彼得也不例外。伯克虽是海盗，但还是有点人性，看到彼得纯真的睡脸，心彷徨了。但他又恨彼得砍掉他的右手，就干脆在彼得的药瓶下毒。彼得不知睡了多久，被敲门声吵醒了。谁？彼得抓起剑，才开门。糟了，彼得！琴卡跳了进来，把温蒂他们的遭遇通通通报彼得。琴卡好像也跟人打斗过，衣服、手脚都弄脏了。你看，这是小精灵。然后这是彼得，你看小精灵在这里好小一只哦。哇、哦，小小的那个琴卡。好，马上去救他们。彼得拿起药瓶，想先喝一口再出去。不可以喝，为什么？里面有毒。我在森林里听到佛克自言自语。彼得不信，又想吃药。琴卡把药瓶抢过来，自己把药喝光了。没多久，琴卡的身体摇晃起来，无法飞行，周围的灯光也弱了。光熄灭时，琴卡就会死亡。你看，这个彼得。哦，这个琴卡它如果没有光就会死掉咯。彼得开始慌了。我是妖精，如果有很多孩子相信妖精，我就会复原。
有人相信妖精吗？是的，我们都相信。大家齐声回答。你有没有相信妖精？你看小妖精在这里。你相信妖精的话，妮塔就会复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念到这边。乔永群，哦，你好乖，你最近念故事、听故事都好乖，对不对？嗯，越来越会听故事了。好了，你要睡觉了，你要睡觉觉了。哦，听完故事书准备要睡觉咯。你很想睡觉对吧？哎嘿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好了，小永群晚安咯。你要 Kilolo 陪你睡觉吗？你有什么脸？你那个是什么脸？那个是什么脸？好了，小永群晚安。不碰不碰，这就是药药。来，小永群，小永群，等一下 ，no， 不碰哦，不碰哦。小永群，你要整个喝吗？你要整个这样喝吗？等一下。哦，妈妈用滴管，来吃药药。啊！不行，等一下，妈妈拿纱布巾。来吃药药，赶快。啊！要吃药药啊！来，嗯嗯了。嗯了，小泳裙。来了，吃药药。哦，你不想吃药药，你死都不要吃药药。嗯。这种的，你要吃药药才会好啊！不要，嗯嗯，嘴巴闭那么紧，嗯嗯，吃好吧，不吃，嗯。啊！你要吃脚脚。